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我们要准备揭晓我们肚子里面宝宝的性别。好紧张！同学来一起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欢迎收看，我是蕾拉，蕾拉，欢迎回来蕾语丰富的频道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我们要准备揭晓我们肚子里面宝宝的性别。到底是汤包还是汤圆呢？因为在寻觅餐厅的时候找了非常久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办这样子的派对，然后先稍微了解一下，网络上常见的那种，人家都说，如果是男生的话，会肚型尖尖啊，喜欢吃酸跟咸食。脚比较不会水肿，可是害喜很严重，胎动偏左这种等等，这种网络上的谣言，这边有大家的姓名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名牌贴在你觉得是男生的这个地方，那如果你觉得是女生，你就把它贴在这个女生的地方。我们到最后，如果我们揭晓性别之后发现，假设是男生呢，我们就会把男生的性别全部都放在那个一个小箱子里面，然后我们就会来抽出那个幸运得主。最后那个幸运得主可以把所有大家投的钱都拿走了啊，就连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进行这个抽奖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也不知道的。那个信封我到现在还没打开。对，那你老实说，你一定心里有一个，我不信，心里有一定有一个。我真的没有，我老实说真的没有，我没有特别偏向想要哪个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因为汤宇其实是想要再一个的，他其实是希望我生两个，然后这样有三个，他觉得刚刚好。我说哪里刚好，三个很多哎。他就说，因为我从小是在三个小孩的家庭环境下长大，我会觉得很有压力，但也有可能是家庭的关系。他又提出了这个要求，我又想满足他这个要求，我就说那好，如果第二胎是男孩子的话，我第三胎就没有压力，我就可以帮你生两个。妈妈生的小孩现在是男生呢，还是女生？哦，男生。你叫弟弟哦？为什么？他大人的时候，大人的时候他就可以站出来。我今天的蓝色很可爱吧？而且我是巨蓝的，我为了要男的，在罗雅精品选的礼服，然后我刚刚说我想要选蓝色的礼服的时候，他给我非常多的选项，我直接选一件深蓝色，最蓝，我要那个最蓝的那一件。而且这一件有一个很棒的巧思，是我想说我想要有妈妈的样子，不想要太可爱，但是又不想要不性感，所以我的背是大露背的。总共11000元。选男生的人有十二个。女生。Julia。Julia。性别派对在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啦，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猜到呢？真的非常的开心，也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在我肚子里面长大，平平安安的把他生下来。然后刚好因为在看性别的时候有做健康检查，小孩子也非常非常健康。来办一个性别派对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要管控大家，尤其是那个30几岁还在玩气球的那些大男孩们。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30岁还像他们一样在那边捏那个气球。他一出来呢，我们4岁就开始学钢琴，一起打篮球，然后呢，从小要陪他一起读书，也会让他在成长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忙碌，还是有一个好的童年。但是要让他知道，就是很多事情他小时候不懂，所以他得先学习，长大后会有更多选择。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需要一技之长，培养学习的兴趣。还要跟小汤包说，未来要加油，这边会给你全部的爱哦。你要哭了，你要哭了。
的支持都会给你，加油！快出来，快出来！真的，其实我要求也不多，因为我觉得爸爸就会给你很多要求的，所以我好像不能给你太多的要求，不然你可能会很累。住在里面的十个月是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。对，妈妈会非常爱，从小就给你打扮得帅帅气气的，希望你可以不要当一个渣男，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对待女生。辛苦你了，成为他的儿子，加油！妈妈在你身边支持你哦。